好用啊！大家下午好，大家我现在在那个公园前地铁站在这里，我在这里今天就给你们介绍一下在这里的市场和的有什么东西，就给你们介绍。在这里这个是那个旧市场，旧货市场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是公园，公园前地铁口一号线啊，还有二号线。那我们现在过去前面，就看一下在这里，有什么好玩的？你看中山五路，还有中山西路，还有中山六路。中间，这两个就高楼大厦，现在就红绿灯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这个公园前地铁在这里是一号线还有二号线的中间，那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换地铁就可以了。然后旁边也有那个解放南路，然后还有解放中路，都有。然后那边也有，就是那个北京路，然后这边是公园前，公园，这个应该是人民公园。现在过去就没什么好看的，因为已经下雨了，所以就估计就没什么好玩。改天有时间过去看看。我就希望你这，这他是有方式，
北斗区一张图一个。My specific. Thank you.